这是第几起了？第三起。脑后部有被钝器击打的痕迹。作案手法一模一样。需要我配合什么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应该是同一个人干的。余哥，你怎么不想办法上吊啊？我他妈上什么吊啊？我他妈上哪上吊啊？就一点愿望都没有啊？等我以后实现了，第一个告诉你。 他们都有着相似的外部条件，这应该不是偶然。凶手也许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物色作案目标。你没想过离开这儿吗？我想去香港，我们挣点钱就一起离开这儿吧。哎，看清他长的样子了吗？我记得有一个奇怪的男人。 就喜欢站在那黑黢黢的角落里。你记着啊，以后守点规矩。师傅，好像做了场梦，我都醒了，你还在做梦。大哥，大哥。